这个手掌是莹润饱满，掌色红润的、啊，掌丘饱满，错落有致啊，福运根基是不错的啊。巽宫呢，财位饱满，但是有杂纹干扰，财运旺而不稳呢、啊。中指这个土星丘凹陷的、啊，富有责任心啊，勇于承担责任。大拇指呢是条达饱满的、啊，结合生命线初期干净无杂纹呢、啊，和父母缘分深厚啊，能够享得祖荫的庇护。 从小呢，深得长辈的疼爱有加啊。但是呢，脑线生命线粘贴比较长啊，对家庭的依赖性比较强，独立能力差啊，少有主见。从脑线的这个转折和弯曲可以看出啊，处事犹豫不决，多多思多虑，容易精力不集中啊。不过呢，生命线呈现这个先浅呢、啊、后深的状态，典型先苦后甜的格局啊。感情线尾端呢、啊，出现了一个非常吉利的符号啊。 这个尾端均匀分三叉，形成凤尾纹啊，结合大拇指呢，有一个小的这个凤眼纹啊，一个凤尾，一个凤眼啊，婚后是容易旺夫兴家，子孙满堂啊。